哎，你好，妹妹。啊？我看这人都走完了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我东西有点多，所以出来了就慢了点。你是从哪里过来的？我是从甘肃挖土豆回来的。那你现在准备去哪里啊？我准备回家，你是？哦，我是过来旅游的。然后我看见你背着个孩子，还背着行李，所以挺好奇，就过来拍一下你。啊、哦，你现在要回去吗？对。那有没有人来接你？没有。嗯，要不我送你吧。那车费是多少？车费你们平时是给多少？我们平时给的是100多。嗯，那你给我80就好了。你看可以吗？真的吗？真的，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。你这背的是什么东西？我背的是衣服还有被子。那我来帮你背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自己。没事没事，我来帮你背就好了。没有，我自己背。那好吧，那你慢一点啊。好的。弄好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嗯，我叫阿紫。阿紫，挺好听的名字。谢谢你呢，你就叫我阿远就可以了。我挺好奇你在外面带个孩子是怎么上班的。我本来打算是去厂里面上班的，他们看着我带孩子就不要我嘛，所以我就去挖土豆那里可以带着孩子上班。嗯，那孩子他爸呢？不想说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嗯，那我们走吧。哇，阿紫，你们这风景挺漂亮的呀。还行吧，来，你数一下，这个是车费。不用，我跟你说一下吧，我不是跑车的，我刚刚看你不容易，所以想送一下你。嗯，这怎么可以？来，收着嘛。不用不用。收，拿着嘛，你听我的，赶紧拿着。哎，真不用真不用，真的真的不用，我跟你说一下嘛，我是过来旅游的，然后我看你也挺好奇。你背这么多东西还背个孩子，所以想送一下你。我看你也不容易，你留着给孩子买双鞋子吧。啊，谢谢你啊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从我家里面吃个便饭嘛。这虽然家里面没有什么，但你不嫌弃的话就跟我去吧，反正家就在下面嘛。这样方便吗？方便方便。这不太好吧。没事没事，走嘛，你走慢点。那会不会太麻烦你啊？哦，不会不会不会。哦，那谢谢了，你慢一点，我来帮你背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背，你慢点啊。哦，那好吧，那你慢一点哈。好的。来吧来背。这不咋了，什么事不行吗？什么事？别太大看我的水果篮不行吧，我水果篮这么长。这是我老公。啊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坐嘛，我们这晚上山上面是有点冷的。嗯，没事，不冷不冷，来下一下，这杯子还挺累的。嗯，还挺冰的呀。坐嘛，坐一下。嗯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吃着片子给你喝。是吧，片子。吃吧。哎，吃多饭了。吃饭，阿木家都不喝，吃饭，阿木家都不喝。谁呀，阿木嗯，那这阿妈也是，我现在去这个片子知道不你啊？啊，这俺片子是怎样不要的？那这个阿妈也是，我去这个。去这个片子不拿手上，现在去这个地方不重要。现在你忙呢，出去就说个片子不懂得收拾。人你手上住啥？我来不交工啊。阿妈。阿紫，你没事吧？阿紫，他们说你什么了？啊？没事。你不要哭了嘛，阿紫，你不要哭了嘛。没事。好点了没有，阿紫？
我觉得我自己没做错。对啊，你本来就没有错，你不要哭了好不好？你本来就没有做错的嘛，你不要哭了好不好？我怎么哭？不好意思啊，爸爸没见笑了。没事没事，你不要哭了。我怎么哭？我先去给你做点饭吃。不需要了不需要了，天已经这么黑了，我也准备要回去了。那都不好意思啊。没事没事，今天你心情又不好，我过两天再上来找你吧。那好，你路上慢点。好的好的，那你要照顾好自己啊。好的。哎，怎么了阿紫？你把这个带的路上吃，把这个腊肉带回去好不好？饭也没给你做成。没事没事阿紫，这个你留给自己吃还给孩子吃吧。这个家里还有的，你带的吗？不是，我不能拿。那要不这样吧，我就把这个疤拿走好不好？那这个腊肉你就一定要留给孩子吃，你看好不好？这个家里面还有的，孩子我不能吃，你拿着。那要不这样吧，我过几天上来你再煮腊肉，这个腊肉给我吃，你看怎么样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慢点。那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，阿紫。拜拜。